不了。马上又有吃的了。什么东西？你不是冰淇淋吗？啊，不吃。怪他说那个蓝莓莓好吃。怪人家。你可以忍住不吃。是给他个面子吗？你少来给他面子。你说人家对吧？卖东西也挺辛苦的。我拍了，还我跟你讲，冰淇淋吃完了，刚刚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高铁的冰淇淋。他一直说好吃，那我买了。然后你还吃完了？我觉得不太好，只能买了。啊，实际记录，早上说要减肥的人啊，实际记录啊。这是不是之前的量？我没吃的。啊，又是之前的量。绝对吗？绝对，一定吗？一定，真的要减肥啊！我是减肥了，我是减肥了。哎，他是吃的东西，每次都说他吃的东西在说减肥。我浪费，这是不是我中午的饭？我中午没吃。我还有汉堡呢。好浪费呀、啊！爸爸。